吴宪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需要立委可以高抬贵手。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什么不追究吗？黄立伟，求求你了！我的女儿却被他下跪。委员，对不起，不要断送赵医师的医生路。他就这么爱你，去跟我女儿求婚。爱的3.1415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吴思贤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爱的3.1415。